看一会儿啊。好，这一碗啥的漂亮。水大口啊，水都有点急，兄弟们，看一下有没有泡。好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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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霸王，霸王，霸王，哇，这王不得了，哇，提都提不起来了，给个双击，每天精彩户外直播，哎呦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来个双击，哇，好得意呀，露露。也居然碰到了一只小海龟，这小海龟也太可爱了吧，好像跟他的团队解散了啊。在海边啊，有老渔民说了，遇到小海龟啊一定要给他放生，因为这小海龟啊寓意很好的啊，海龟海龟，平安归来的意思啊。祝所有在外打拼的人能够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平安归来啊，喜欢他。刚退潮了，你们，我这是什么运气啊？看看我在这水坑里面发现什么了？看看，看看，墨鱼，小墨鱼，哎，逮住，逮住！我的墨鱼，要不然叫墨鱼呢？这里好像发现小球球在这儿哈，它在这儿，哎呦，活了吗？这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漂亮啊，哇，这叫沙蜇，虽然有点小，但给它放了吧，但是这个吃也还行，继续畅游，呵呵，放了啊。走到了，哇哇，这条长了，这条今天最长了哦。运气不错。哎，别跑路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在这儿呢。没有。